唉，就像我们在家里坐沙发很舒服的姿势，有人甚至喜欢靠在桌子上哈。对不起，这样的姿势叫做松掉筋港口的骨头。你把它往后一挤压，你有感觉到吗？你身体的重量其实是压在尾骶骨还是坐骨？其实是尾骶骨，你的坐骨跑前面去了，你这里被挤压了啊。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会坐得很舒服，但是如果椅子是硬的，它其实压到尾骶骨，这就是第二名的杀手级姿势。坐没有坐到里面，你半躺半坐。好，我用脊椎骨模型让你了解到它的危害。身体坐直的时候，重量到坐骨，这是应该的。那当你把屁股坐到椅子的前面的时候，你再往后靠到椅背，这中间就有了空隙。这个空隙会让你的腰成一个C字形的弧度，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滑着坐，瘫着坐，颈部为了看电视把它挖过来，会呈现一个C字形的状态。你的身体的重量压迫到最底下的尾骶骨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尾骶骨本身不会很痛，可是你的腰椎就是这个地方会呈现前面挤后面压，会让这个中间呢，这个软骨呢叫做椎间盘往后凸。好，如果这个椎间盘往后凸的严重一点，就像这个红红的叫做椎间盘突出。OK， 而且身体成一个C字形之后，你会变成一个驼背的人。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你驼背，你还得抬头看电脑萤幕，所以很多人站着头下巴会拉出去，会造成很多颈背部的问题、神经的问题、腰椎间盘的问题啊、哦。所以，请各位不要坐着的时候，卡撑贼掏肩，卡撑在贼懒背啊，就坐在椅子的最里面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借由刚才的演练，从尾骶骨的觉察练习，你会知道。正常尾骶骨是没有碰到椅面的，那你千万不要让自己躺着挤压你的肚子，变成你的尾骶骨压迫到椅面上，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。OK， 跟您分享。